哦，对哦，你们调换的顺序对不对？好好，来来，我看一下，他们调了一下顺序。首先这一个，这是我们物联聚落，对不对？物联聚落呢，我们的哦 ，Maker 呢来到我们的现场这里，要跟大家分享什么？你们物联听起来是应该是送东西的、啊。对，物联网不就是应该货运吗？货运也可以做一点创意吗？跟我们分享一下吧。好的，我们物联聚落的创立呢，刚开始的时候我们是针对smart home 跟 IoT 这边的应用。那后面的时候呢，因为我们慢慢的走向了工业4.0这一块的应用，所以我们开始制作了类似的数位工具机的部分。那数位工具机呢，当然我们这台吗？是的，你可以离他近一点。我以为不是你们家，所以你离他很远。这个是你们家的哈。然后呢，数位，你说数位猎鹰是不是最主要的功能是什么？最主要的功能呢是针对呢一般的创客呢需要做一些木头雕刻，是或是做镭射雕刻。那是我们一般的消费者朋友可以做。例如我只是一般消费者，我并不是说要去做一些创意的部分，或是家里头会需要的，想要把它做好，做拿去做贩售的。我在家里面也可以用这个机器吗？可以啊，可以啊。像这个木头的话呢，就可以到一般的家庭或是露天呢，就可以去买到这样的一个杯垫。是。那杯垫的部分呢，就可以把你的相片啊，用镭射雕刻雕上去，就可以送给你的亲友，还有你的挚友。是。那如果说觉得镭射雕刻这个部分呢，还觉得有什么创意的话，那可以用我们雕刻刀哦，可以直接来做一些木头雕刻，可以雕它的深浅还有纹路。所以我是透过比如说我的一个呢城市的设计，让它变得更 easy 更简单，不用说呢像人家以前可能需要大型的机具工厂，我才有办法做这些客制化的商品。我现在自己帮自己客制化，就这么小小一台就好，是不是？是。我觉得离我们更近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很多的这些呢，我们的 maker 们透过他们的创意，把很多以前你觉得很难的东西，你可能做不到的东西，我现在把它缩小，然后把它做得更 easy 版的，更家庭的，然后呢，你跟我的距离越来越近。你的展示摊位在哪里啊？我们在一号。一号是不是？哦，就是我们另一边吗？对，我现在看到左手边。我觉得你们下次呢，如果还有你们的时间的话，可以多带一些你们的商品上来。所以现在我只能够想象的，就是它可以帮我客制化，可以雕刻出我要的东西，但是全部都在脑海中。如果你多带一点的你的商品会，那我们就知道说，哦，原来它可以做出这么多不一样的变化，对不对？好，或许可以到我们摊位，我们摊位有做好的产品。你是故意做伏笔就对了，就想说就不带啊，你就叫我带，我不要带啊，因为带了人就不去了，你看就不去了，所以我不要带。好，所以你们就会很想去。好了，也是另一种的方式。好，欢迎你们可以到那一号的摊位，好不好？谢谢你，谢谢。好，接下来呢，我们来。